各位旅客您好，现在第一月台停靠的是青之桥号三星级列车。本次列车不发手部坐票，也不能够使用悠游卡、一卡通等电子票证。本次列车禁止使用电子票证搭乘，非持有本班车车票的旅客请勿上车。请停留分白车的车票，或者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，请勿上车。多谢你的配合。
各位客人好，本次列车下停靠站是台中站，台中开车后将直达板桥站。台中站开车后将直达板桥站。台中板桥间沿途各站都没有停靠，请各位旅客留意搭乘。